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与你的心灵同在。共度上路者福音。祝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牧羊人急忙来到伯利恒，果然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以及那他藏在巢里的婴儿。他们看见了他以后，就把天使对他们所说的有关这婴儿的事传开了。听见的人都十分惊讶。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牢记在心中，反复地想，牧羊人把这他们所听见、看见的一切，看见时所报告的完全相符，就一路光荣、赞美天主回去了。完了白天，孩子解说了颗粒，并且以名叫耶稣，只是他没有尝开以前有天使所记的名字，以上是天主的圣训。基督，我们赞美你。教会关于玛利亚的官方教导总结如下：第一，她是无罪的；第二，她是拯救母亲；第三，她被带到天堂；第四，她是天主之母。这是三节中的关键之一，一些解释将说明这是怎么回事。首先，玛利亚是无罪，所用的原因只有一个，准备让她生下上主的儿子。其次，玛利亚是主要的原因有一个，使他成为一个独特的容器来承载独特的保障，即耶稣的圣体。最后，玛利亚的圣体蒙召上天堂的原因有一个，因为他是无罪的，因此不受罪，若得死亡和腐败的惩罚。玛利亚的受孕，她的童真和她的假设，都有她是天主之母的这是有关，但仅仅用犹太的是，天主的母亲将上是做我的，必须主指出的是，玛利亚完美的配合了上主的恩赐，她通过极高的上国做到了这一点。当天使向玛利亚宣布，她将因上神生一个儿子时，玛利亚的反应是知道，她的知道是投降的知道。她对天使说：“愿照你的话成就，与我降生吧。”当玛利亚摆放
他的表妹以撒伯尔时的是以撒伯尔不同的孩子听到他的吻后高兴地叫了起来。玛利亚的反应是知道，我的灵魂宣扬主的伟大，他的名字是圣洁的。当耶稣在圣殿里对玛利亚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不是在我父亲的家里吗？玛利亚的回应是知道，他的知道是真实的知道。路加在福音中说，玛利亚把这一切默存在心中。最后，当玛利亚这一套天拿的眼睛不附在婚宴上，喝光了酒时，他的反应是知道，他的知道是基督的知道。求耶稣帮助这对眼睛夫妇摆脱困境。玛利亚知道的这些历史，让我们对他如何与上主的恩赐合作有所了解。今天接热的时机，信息的顺序，显而易见的，我们应该效法玛利亚，与上主的恩赐合作，就像他所做的那样。正如玛利亚慷慨的回应上主给他的礼物一样，我们也应该慷慨的回应上主给我们的礼物。如果我们现在寻找信仰的最新没有以下，最新在来年效法玛利亚的祈祷更好的了。让我们以祈祷结束。愿主祝福你们，保守你们，主让他的脸光照你们，施恩给你们，天主慈爱的看着你们，赐给你们平安。阿门。